有请龙娜。龙娜首度全员合体，十二位成员第一次齐人，就在香港举行粉丝见面会，粉丝带齐英媒物资，十爆商场。十二位成员的小清新形象相当吸睛，一开口就冧爆 fans。好乖，你安好。我们前两天拍了一个团综，然后我学到了一句粤语。我想要啾啾啾。据说不是这么说的，叫 sexy。好吧，我想要 sexy。好。你哋要唔要声声啊？俾个想要声声啊！卖完后乖玩游戏，郭电甲同奥利原来系游戏王。爆彩饭，煲仔饭。第一次来到香港活动，来到这边之后看到大家，然后非常的热情，我们也感受得到，我们也非常的开心。在后台准备的时候，我们也非常紧张，然后也看到了大家给为我们准备的应援物，然后我们也想过说，来到这边，我们这一次的服装是以什么样的风格、什么样的感觉来跟大家见面，然后最终也是选择了。这种清新的感觉。咁今次好可惜啦，即系爹哋妈咪即系都因为工作嘅问题，所以就冇办法嚟到啦，参与个呢次嘅活动啦。咁但系今次有其他亲戚朋友都嚟咗嘅，所以都好开心。我其实一直希望能在就是今年出一首自己的歌吧，就是现在可能还没有往这方向在发展，但是我希望年底之前可以做到。每一日都会有唔同嘅工作同埋排练，几乎系。冇休息時間，有啲忙，但係我哋其實過程係都特別開心，因為感覺好充實。希望可以我哋團可以出到更加多自己作品先，咁亦都可以有多啲嘅機會亮相喺唔同舞台，係啦，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期待。